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再想一想，你还有机会的。没有机会，我面前只有一条路，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也没有第二条路。 前面发生什么了？前面出车祸了，一辆保时捷被一辆货车给碾了，里边的人全碾碎了，头都看不见了，可惨。那里边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，里边的人都是烂了。不过另外一辆车上好像有个姑娘，好像是个检察官。 先生，事故现场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，这是事故现场，不能进场。先生，您冷静一下，请您配合一下。事故现场不能进去，对不起，不能进去。先生，真不能进去。现场已经封锁了。先生，您退后。那是我老婆。先生，伟力，伟力，伟力，先生，您冷静一下，现在病人很危险。伟力，先生，你别这样，先生。伟力，先生。 对不起。
我没能救你，小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手放开，快送医院呢！小龙。